2月7日，张杰在微博分享了一段短片，内容是自己之前在后台与阿拉蕾闲聊片段。张杰配文，了解一下小女孩的世界。影片中，张杰温柔地问阿拉蕾是不是瘦了，阿拉蕾同志的回答并没有，还透露自己现在身高1米15，体重20公斤。张杰在一旁逗他，20公斤，那如果你跟你妹妹在这个杠铃的两边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举起来。那如果你跟你妹妹在杠铃的两边，我就可以把你们举起来。评论里面，粉丝纷纷表示羡慕，调侃道：阿拉蕾聊的时候，肯定没想到自己的身高体重会被这样放出来。